街舞大神赞张艺兴为中国第一 crump， 另一位舞者也自愧不如，正在热播。四位街舞队长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艺人，很多人只知道王一博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，却不知道他的街舞很厉害。12岁就参加街舞大赛，被街舞圈的大神夸赞，说他的舞蹈在爱豆圈是顶级水准，是街舞圈高段位大神，中国 breaking 第一人。难怪张艺兴在跳舞时，参加比赛的选手们都是异常兴奋，为队长拍手叫绝，甚至掩面不敢看。队长深藏不露，第一季并且入围12强的舞者奶球，在看完张艺兴 crump 之后，也是忍不住发文称，有一说一，真的看傻了。他还专门配了一个钢铁侠穿着反浩克装甲暴揍浩克的动图，钢铁侠标注成张艺兴，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浩克标注成我。除了钟汉良年纪偏大，体力上吃亏外，其他两位队长王一博和王嘉尔也都是街舞大神。